在彩排的时候啊，就是我们在彩排，然后我只要每一靠近他，一公尺他退两公尺，好像蔡依林越靠近他越离开。我说我要不要去小巨蛋外面？不能，你帮我忙，你帮我忙。还是因为不能接近女色？是没有啦，一定要接近啊。一定要接近。现在一定要接近。还是我现在很可怕吗？还是我太可怕？没有，不会不会，非常谢谢Jolene，姐这么大胆的邀请我。 我在家，我太太说你跳给我看，你跳给我看，然后我就跳给她看，然后她一直笑，一直笑，她说好好好，那你跳一个那个表情帅的，就是帅的那样，就不要搞笑。然后我就说我刚刚跳的已经是帅的啦。如果有一次错过，不能牵起你的手。 谢谢维里安，谢谢。